觉啦。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，还没讲是吧？没有他那么快答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人群之中，林湘突然一举手，而且自由女神，现场都疯狂。啊，什么歌名？倔强吗？恭喜答错，错。我们淘汰的是阿斌跟林湘。观众朋友，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林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湘。Number One， 爆红的不得了。在日本说全台湾 Number One， 真的最可爱，台湾之光你。没有啦，没有台湾之光了啦。旁边会不会很困扰？旁边也是啦啦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我师妹。要宣传，听我们在这样介绍你，他好像有点不爽。我很开心，我没有超开心，我觉得你真的漂亮啊。没有啦，我们在介绍你，他旁边真的，我没有这样子过。有一天你也会老那种啊，你是个我是来那个宣传我的电子写真，电子好也有距离哦，对，零距离，哎呦，在各大数位书城都可以买到哦。这张是在马桶上面是？对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没啊，对。上面总该要找到一个理由脱裤子啊！是啊是啊，要不然脱得太突兀也不行啊。马桶上面一定要脱嘛，一定要的嘛，合情合理。欢迎欢迎，一棒林湘，哇，桥开开了，来来，他画出一个歌，一个歌，或者歌的名字，歌名吗？这个很简单，或者答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第一个抢到就可以跟他同队。或者来什么歌？这样可以吗？他很会画，他蛮会画的。我是一只小小鸟，答错。我继续猜哦，来，斌哥，手机歌叫，哇塞，恭喜答对，中了中了中了，你会被小可小可小可，你会被小可骂死，哇塞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，手机歌叫，但是他真的很会画画，蛮会画的，对，你看画的很好哎，对，那一只鸟在哭有没有？姑娘嘛。好有才华哦！没有没有，但讲真心话，这个角度谁会去看画呢？我们都会看啦，奇怪。那你不然你看什么？阿Ben啊，来名花有主了。Ben 哥，什么？给人家抢一下，给人家抢。什么？爱很简单。爱很简单，恭喜答对。好，这个歌。恭喜抢上题之后，你就能淘汰别人。对啊 ，Muse。一分了，答对三题就可以指定淘汰。差点要说简单爱，对不对？简单爱是周杰伦的，老者是爱很简单，不一样不一样，差一点了。好，两队加油了哦，请出题。会唱吗？会，刚好会。来来来，雅涵唱一下，没有在。一分一分，好厉害！人生中苦尽，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。哎，林湘，哇，有了。毅然决然，不确定，我不确定，还没讲是吧？没有他那么快答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人群之中，林湘突然一举手，而且自由女神，现场都疯狂。啊，什么歌名？倔强吗？恭喜答错，错。
好，其他两队有没有答案？音乐继续。会不会就这样直接做 ending 了？就是各位，请尊重秀秀子的首次举牌，也是会动不到。来，什么答案？讲给他们听，吓死他们！你不是真正的爱我，不是。哎呀，哎呀，你都已经讲成前面了，我有了，我们有了，我们有了，讲前面，我要，我们有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直接把你卡了。枪这边下去，枪枪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对了，你不是，你不是秀子。你们危险哦！你们危险哦！太厉害了！不要太厉害，不要太厉害哦！好，倒带嘛！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好，小小松，小松，现在有点带到哪里了？这一套举到快，举到快，非常整齐，只有五分钟醒来了。快，三二一，哭杀，哭杀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好的，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包小松老师，张雅涵小妹妹，恭喜晋级！两位研究一下，要淘汰谁？你们可以，我们刚刚已经研究好了，你们已经晋级了。哎，你们要淘汰的就是，要好好想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要好好想，我们有流量密码哦，有流量密码，好好想，观众会恨你的，可以决定权在你们手上，可以留白云跟林香，喂喂。选的不行，不能以队伍的方式出现。哎呀，命运捉弄人，真是百味人生啊！哎哎，一三五零，猝不及防，一三五零，猝不及防。好，三二一，你们准备淘汰哪一队？不要淘汰我们！爱恨之间哦，总要选一个，是，对，又爱又恨，我们要给自己留点机会。好好好，我们淘汰的是不要。不要淘汰白云那一堆，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淘汰白云那一堆，所以你淘汰的是阿斌跟林香。香香香香，怎么样？怎么淘汰你？怎么会唱啊？没关系，因为就是难过。我知道林香的粉丝非常多，对，怎么办？但是我现在除了工作，我就足不出户，所以打不到你。